不在厕所直播，我现在在一个这个小房间，哎，小房间，嗯，可能灯光有点暗啊。什么叫在厕所直播？怎么样？坏了，我能听到音乐声，听不到游戏声音，为什么会这样？有，你们能听到，哎，我听不到。等一下啊，应该是我的设置问题，我知道什么情况。我没，好，有了，有了，我这边游戏声音有了，你们还有吗？你们能听到吗？我说话声音和游戏声音。哦，对，要重新开播，我那个串流问题，我想起来了。但我现在重新调了一下，好了。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给他一波压力先，二级，吃个兵三级，可以跟他干，别怕，能不能把那个兵打死？完了，好舒服，我这个 EQ 出的太棒了，我这个 EQ 出的好好细啊。不过这个中路呢，他其实可以闪现躲掉我的 EQ 的，只是他觉得他满血。还有一个就是我可能 EQ 出的太快了，光速 EQ 他反应不过来，但是给我的话我能反应过来，讲道理，不是自吹啊，就皇子的 EQ 其实你放的再快都是可以躲掉的，对吧？赵信在这，我不会打不过吧？咱们回一波，对了，嗯，哎，我刚看到了一个人头，还换掉了，换掉了，那我能吃个河蟹吗？我先吃个河蟹吧，你先控制住他，跟他干，我马上到。算了算了算了。游戏卡卡的，卡吗？你敢违抗我的意志？哒哒哒哒滴哒滴哒滴，哒滴哒哒滴哒。把它放的完美，闪头开的那个，为了父王，不卡啊。他们赵信到现在还没抓人呢，在这看到了，他回了吗？他没回家到现在，小心，给个信号。不过血鬼他抓不死，这个赵信现在没有方向，他有点乱，他可能要打我大鸟。上路有五级。五级的话抓不死，我们偷他一波大鸟吧。这波中路我是一定不会抓的，因为我抓中赵信会赶到，但我可以尝试性抓，赵信不一定赶得到啊，他有可能回城了，反正我先过来看情况。好 ，EQ 出的准，收人头让掉，细节，这个打野没话讲，这吸血鬼没话讲，我大鸟可能没了。哇，我大鸟他都不打的，他
他不敢打过去啊、哦。感谢祥天皮燕子送上的飞机，谢谢皮燕子。红刷了，我们把红打了吧，打完到六了，我省一点蓝，还可能还能抓一波。他敢吃火龙，我醉了。下路走，抓了。这个红我们要先打啊，他只有五级，好，我留个 EQ 和大的蓝就行，总共两百多的蓝，应该是炸了，应该是炸了。这中路我打不死，打野的话好，很好，打野是看不到我的。这个 EQ 嘛，坦接大招瞬间秒杀掉，你没有蓝控制我也没有用，你没有输出，中路来了也来不及，好吧 ？OK， 我这波偷袭，闪现光速 EQ 接大招，他如果有闪的话，他也来不及的啊。我们是 EQ 空中 A 一下，他刚落地，他是不可以交闪现的状态。我接个天崩地裂。感谢人丑鸡拔送上的飞机，感谢人丑鸡拔。这个蓝不会 EQ 闪吗？这个要 EQ 闪干嘛？你要知道 EQ 闪是没有 Q 的伤害的，你知道吧？EQ 闪它可以调整 EQ 的击飞区域，但是它不会有 Q 的伤害，这个你要搞清楚啊，这个是区别很大的，所以 EQ 闪不要用。你不要觉得哇 EQ 闪好帅，我什么角度 gank 我都要用 EQ 闪，那你就乱搞。就像你玩盲僧，明明你就一脚就把他踢死了，你非要给他来个2接闪现，你干嘛呢？你干嘛？为什么？好，来了，还要回来。这个 EQ 不谈吧，这个 EQ 是原地的 EQ， 我这个 EQ 是附带德邦军旗的输出的 Q 的伤害，巨龙撞击的伤害也有，德邦军旗的伤害也有啊。空中平 A 触发电刑，很顺着吧，但是我龙丢了。回一波，抓一波下，抓波响，抓波响，可以。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闪，这里没有眼，我也不知道。拿到了，可以，干掉了。行，那咱们抓中，中路也回了，那就入侵吧，入侵吧，抓这个赵信。我单杀应该是杀不了的，不知道能不能逮到赵信，逮不到就吃那个蛤蟆。中路不见了，应该不会到我这里来。他来了，他还抓不死我。说实话，在下路我看到了，但是啊，这波打不了，这波打不了，我只能偷袭这个辅助。杀中路是不可能杀掉的。别出去，别动，你别惊动他。哎，好，我队友来了，那可以上。哎，对不起，大招直接灌死。他这个天崩地裂啊，有一点不好，就是你盖出来之后，他不能秒取消，他要大招放完了，完全释放完毕，你才可以关他，这不太好，因为他会让你有个卡顿的效果。我觉得他这个大招机制要改一下，这样会更舒服一点。我建议设计师可以把他的大招取消，那个不需要等他释放完毕取消，空中就可以取消，那就比较好了，懂这个意思吧？就我只需要他的伤害，我不需要他的一个地形效果，我不需要，是不是很专业？是吧？
1000块，南朝宝石，中路好像不太行。他这个大招后摇是不太好的，很多玩家不太懂什么是前摇，什么是后摇。就因为当你的这个水平啊还没有到那么细的时候啊，你不可能不太明白他这个前摇后摇的意思和差别。前摇是什么？就比如说平 A 的前摇是什么？平 A 的前摇就是他这个旗子，你注意他 A 的时候，他旗子从上到下，他那个过程叫前摇。那后摇是什么？后摇是打完之后他要回来，这个叫后摇啊。那么每个技能释放的时候也是一样，所以呢这个是很重要的，对于一个职业选手来讲是很在意他的一个英雄的前摇后摇的时间的啊，懂我意思吧？就比如说诺手的 Q， 他那个前摇就很长，对吧？你就明白了，前摇时间长那一定不好。我、哦、你到我这里来开峡谷，我也是服了。来送死，哎，你看这 Q 的伤害没打出来啊，但没关系，我伤害太高了，你别跑了，我有大。我操！哎，为什么你为什么闪不下去呢？这波有点奇怪了。你嚣张这个人，哇，他好，你接，我也跟他对嚣张一把。你接下来连续死三次，我也跟他对嚣张一把。哇，你接下来连续死三次。然后我说这个话他会不会很气？他肯定很气，然后他肯定等会很针对我，你知道吧？我现在仇恨值很高，我说这样的话就在吸引仇恨。然后等会我在杀完他之后说一次两次三次 OK， 他会不会炸了？那肯定炸了，心态炸了，那肯定气急败坏。哦，龙没了，没关系，现在这个比分还在。哇，他是有点猛啊，我打不过他。他嘲讽我，我靠，这个人嘲讽我，不能忍。有没有赵信是没闪的啊？在下路，好，你没闪，兄弟，你没闪，你德玛西亚就行了，我也是德玛西亚一员，好，舒服。但我这盘队友不给力啊，这盘我们打到后面要输的呀，那这样搞这个，我们输了他肯定要嘲讽我的呀。兄弟，我都已经溜了。来嘛 EQ 接圣盾死，哇，这伤害好高。可以，他跑到这个地方来找我。我们刷野怪啊，不针对他。我去，好，可以刷波中，这里有眼，兄弟，这里有眼，我不过去，哎，我假装，不行，他会回去的，这波不要闪，哎，这也能框到，完了，被包了，我操，完了，赶快溜，我操，别，我被沉默了，我的E马上好，我操，别，拉他，
哥，我疯了。这都能把我杀了，这都死了，行不行？杀死他去，杀掉了吧。他脱离了触手就不行。大招好了，王子，他来嘲讽我了，他们在打峡谷。小龙还有50秒，这条小龙必须要拿的。来来来，快快快快，他们吵起来了，他们吵起来了，肯定要抓下。我们一去就是一起啊，几个人一起啊。这小龙我只能赢一波，他们现在抱团不求发育的，你知道吗？他们打游戏啊不图发育的。来人，来人，三个我怎么打？三个我可不敢上，别惊动他，你给他回，别打他，别过来，别过来。哎，六伯，靠，这个东西偷袭我还是有一手的，你调皮，我不打了，行吧，我把你闪现打出来，我不打了，我知道你人多，我不跟你我打。我不跟你打，那我知道你人多，你再追，你再追，你落单，你看你死不死？好，我溜。他人多，我不杀他，杀他我会被换掉。他们老是抱团，我们队友也不抱团，这肯定打不过。这赵信没闪了，我要蹲他一波红。哎，掉线了，这个是掉线，他不是退，看得出来，他这是掉线。好，完了，怎么这么多人呢？我操，为什么这么多人呢？我大招也没好，我想秒他。哎，算了，我稳一点吧。为什么他这个这 ADC 也在后面啊？不懂。我有大他死了，可惜。这我没办法呀，感谢蛇哥的两个飞机，谢谢蛇哥来了，感谢蛇哥。好，这下路我搞一波，来来，可以搞可以搞。哎，框住了，没关系没关系，吸血鬼不好扎的。听说你调皮，听说你调皮，你还不回来？我还怕你不回来，我还怕你不回来了。一次啊，生态爆炸，不是你头行，他说不是我拿的头，好，可以。
不管，反正跟他说一次。不是我的头啊，可以，那不管啊，反正杀了就行，哎，杀了就行，你别想杀我，我很猥琐。这皇子有什么勇气说这些大话呢？就是艺高人他就胆子大，艺高人胆子就大，我大招马上好，兄弟。你在干什么？好嘞，把他抓回来，我大招好了啊，心里有数，450，大龙受不了。嘿呀，好玩儿。嗯，佛家，我出肉一点，拿个红 buff， 我有点吃大招。等大招好，准备团战搞一波。他们就四个人，这里有人不？哎，他们人呢？去哪儿了？呀，看到我了。跳，没事，你跳，我在等队友。你不会要打我吧？哎，勾引他，你拉他呀！这么好的机会，你不拉他吗？小龙气。哦，这么多人，我操！这打不去、啊，来人呐、啊，哥们儿！我感觉我一个人在玩，好烦。这女警挂机了，你看你怎么办？我看你怎么办，兄弟！我看你怎么跑，大招小心 ，rampage。好，他们中路上去了，非常好。但是打。我先回点血，把这个龙收了，他们上去很好。来来来，收龙收龙，快，第四条。我先打了，我不管了，那没人帮我，好烦，真的。好，他们不在，走了，很好，很舒服。我 EQ 还不敢放，行，可以放了。好，这龙不能给他们啊，他们是第四条龙。逮到兄弟，你凭什么跟我打？我14级，你怎么打？哎，我14级，你怎么打？不过你别说，赵信还真的猛，他蹦成这样子还跟我能拼一拼。这要是反过来的战绩，那真的他就非常好。EQ 才好啊，这我 EQ 是才好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不是我不出，是我 EQ 才好。我溜了，这有点难。别，完了，别慌了，完了，人太多，没法打，真的打的话我要被，我只能偷袭。说实话，我不敢出去。不好意思，逮到，雕还是我雕，嘿嘿，哎，我就打偷袭，阴人有一次，溜溜球，你拿我有什么办法？哎，靠不近，靠近不了，哎，幻术，哎，来来，哎，好，来磕我一下，舒服吧？那你不付出代价来，代价就是死。哟，他还把我复活甲搞了，行，
无所谓嘛，无所谓嘛，早用早 CD 对吧？好，我们女警来了。行，很好，我是我们全村的希望，可不能死了。来个三项，不行 ，CD 满了，不能出了。来一个，这逼怎么跑得这么快？那是啊，加文四四，主要缓速手段太多啊，不是我跑得快。别呀，我觉得我们上路好坑啊！来抱团吧，真的是。抱团嘛，好，最后一件来个什么？其实想出三项，但我出了黑切了，来个血手也不错啊，血手挺肉的，防急火。听讲，调皮。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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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靠你们了，靠你们了。哎，我们队友怎么还打输了呢？我一个人打这么多个，还真打不过。这后期还真打不过。我感觉他们肯定要嘲讽我，打完之后肯定要嘲讽我。哎，打你一下我就跑，出两三，我出两三还是有一手的。我出两三还是有一手的呀，我没那个，我可不敢上。哎，讲道理，我们这边真的没输出，我流了，我没血了。哎，这没法打呀，这真没法打，我真没法出手，敌中我寡。旗子甩死，漂亮！大龙，来，这把他杀了，两次，一条直，手刃，两次，过瘾，啊，自己舒服。大龙搞血。高起，没事，来得及，放心吧。小龙你收，我们收大龙，哦，我把大龙看好，这玩他没话说了。纵使敌众我寡，我也取敌将首级。吾也能取敌将首级，没得惩戒，是不是有点小危险？没事，快，速度快，来得及。全收，大小龙全收，2600块。不是，主要他嘲讽我，他一上来他嘲讽我，我抓他他就嘲讽我。感谢饱睡不醒的阳光飞机，谢谢。再来一个血手吧，差多少钱？300。推。这个二楼一别抱团了，行不行？你这个别落单了，这落单打到现在了。好，我只能说三次。调皮。你往哪儿跑？下来击飞 EQ， 马上好，好，好，不嘲讽他了。来推，再嘲讽他，我怕他生气了，别砸键盘了。
推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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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这上路不来，我们这个龙 buff 真的就浪费了呀，击飞。我去上路好吧，我去中路好吧。盯着我猛锤，这些人盯着我猛锤，真的一点都不客气，火力全开，推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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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个时候不推中，推中他不香吗？加爆攻速溜溜球，好，走了，差不多了，我们真的得撤了，我状态不好，我得吃个蓝，这个肯定得卖，我告诉你，这肯定得卖，这个打这个上路和 AD 都不来，好，可以下路偷了，一下，两下 ，EQ 溜溜球，我就是。搅屎棍啊，掏他两下我就溜，这盖伦是真打不动，我过来把他下路扑了。哎，我不跟你们打架，你们杀人去吧，我可不想杀人，你们杀人去吧，我干死你，我溜，哎呀，骗个闪现 OK， 他好怕我，溜了，拜拜。行了行了，回家补一波，三路推了，搞定，赢了呀。可以，33-33，出屌三皇子就是我，掏他一下我就跑，这个叫战术，知道吧？为什么要投那么铁跟人家硬拼呢？为什么你拼明明打不过，为什么要打呢？对不对？你说对面这个赵信不就是这样吗？对吧？他明明打不过我，他要跟我打呀，对吧？那不会，我们如果打不过就避其锋芒，不跟你打，人多打人少，我们可以搞。哦，听说你没闪。溜了，他们全溜了，看到我了，哎，怎么说，我太肉了，他们不想打了，听说你没闪，再到就是死，再插回来，哎，细节血手就是肉，我再 EQ 下去，哟，为什么歪了呢，拉开，哇，多肉哦，皇子多肉哦，圣盾皇子多顶哦，疯狂加盾，黄金圣盾，太顶了，狙狙，狙狙，狙狙，嗯。